节目 TMI News 日前邀请到带着个人迷你专辑回归的 Super Junior 艺生以及少女时代的 Sunny 当主持人，张度烈问到两人最担心被骗和最单纯的成员是谁时， Sunny 先是表示，虽然身为忙内的徐贤很聪明利落，姐姐们也没大他几岁，但还是会很害怕他有没有受伤或是被人骗。而艺生听了却回答 Super Junior 完全相反，因为忙内龟贤是最聪明的，他接着还说自己是队里最单纯的成员。不过当主持人全炫茂问他是否最担心自己时，他则透露最单纯最纯洁的人除了自己还有立旭，而且单纯到不懂得人情世故的程度。一提到立旭，全炫茂和 Sunny 轮流模仿了立旭知名的查心兽高音呐喊术。刘给呢정말순수해요속지않아속지않아자신있어医生就直接以这件事情当作例子，他表示一般人被质问你有信心不再见到我吗，应该都会回答嗯或是诸如此类的，并不会激动的回答我有自信。正因如此，他还觉得立旭实在太单纯了，被问到绝对不会被骗的成员时，医生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西侧，他认为对方除了拥有读书以外，在各方各面都很聪明的脑袋。这番言论也被粉丝嘲笑，真的是相爱相杀啊。